我想挥走泪水。你们月亮岛这是第几次输给我们了？垃圾！小东队这实力也就只有丢人现眼的份儿。算了吧，算了吧。走啊，走啊！第二把，我想接住梦想。或许我根本就不是打棒球这块料。因为我们支持你，你怕什么啊？第三把，我想打出属于我们的少年时代。最后一次机会了，我们一定要打进全国联赛。也许我拿不了全国冠军，但是我们能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你准备好上场了吗？韩束黑面膜，我们的少年时代即将上映。